现在那个太阳被挡住了，视线被挡住，我们再去抓母鸟，拍母鸟。现在这一只是母鸟，它在这里有没有？然后它影子在这里，它站在这里，然后影子在这里，就这样。对对对。在现在公鸟车上，他们会睡觉吗？会啊，会啊，晚上应该都会啊。对，喜欢看，明年五月的时候可以，你会看到那个小只的游隼在这边一直飞，就在这边站在很站在这边山那个山顶上这里很近，照相机可以看。哎、欸，眼睛看就看得到了，对，就很近，在这边一只。可能会有两三只小只的那个游隼。那你是每天都会来这里吗？我没有每天，对，天气好可能会过来这样子。下雨的时候他们都躲在这里。啊？下雨。下雨他们有时候不躲，有时候可能就站在现在位置，然后淋雨这样子。对。然后他们巢穴的话，那个板子上面有写，巢穴的话是在那个地方。对，上面那一堆草，那边有一根石头，有一根柱子的右下角、左下角那里，那认识他们巢穴。小 baby 出生的时候会在那边，等到五月的时候，小 baby 可能就会飞出来这边山头上飞。小只的游隼很可爱，肯定可能要想办法把太阳光遮住。那他们生小孩是什么？在五月那种？啊？五月的时候，小 baby 会飞出来。那他们生小孩？啊？他们生小孩也只会在五月。他们其实，二月多就开始，可能二月多开始生小孩，四月多孵出来以后，到五月的时候，他小孩才飞出来让我看到。这不是他在叫。他们现在几岁？这只我不晓得，这是2018年还是哪时候就在了？对，这只也四五年，至少四五年在这里，这两只。对，它上面应该有写哪时候开始发现的，2018还是哪时候？可能更早就有了，是2018以后才发现的，才把它抱出来。可以。等一下有空可以看一下那个山况。哇、哦，没阳光了。底下那只还在哈，没阳光了。好，我换的位置哈。是从哪里来？我住附近而已。对。这只吃太久了，我电池快要拍完。不过因为现在没有太阳，所以等下飞起来。谁来？你们？我们阿嬷家附近哦。就是很常来阿嬷家，但不是说很常来。他有天气也可以过来，但是他不一定在家。对，他有时候会飞出去。所以五月之后可以过来。对，小三了。你看不到。像这么远的，全家整个人忘了。为什么你喜欢看小孩？你自然很好。啊？我自然很好啊。没有，这个跟自然没什么关系吧？对。
哎、欸，是不见了。嗯，不见。啊，是不见了，跳上去了。他跳上上面那一个哦。他在大概在擦嘴巴。他哪时候跳上去了？他现在在擦嘴巴，用石头擦嘴巴。他等一下应该会飞了。跳跳跳跳跳去了！跳的。嗯。哦，他用跳的。嗯、那两只白色的下去吃。是啊、哦。是吗？不知道。没有注意看。两只没看到了，两只飞走了，不知道。现在都没有。有可能回家了吧？啊。哦。它不算大，老鹰知不知道？它比老鹰还小只，对，但是它是飞最快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飞最快啊。飞得到。那好，你有看到啊？飞得到，飞得到。它应该不会飞了，已经在休息。你看得到吗？应该看得到。飞了，飞了，飞了！说不会飞又飞，哇！我没有抓到它飞呢，在那哈、哦，有。在干嘛？上面那只飞走了哈。那现在已经太暗了，没办法拍了。我把它调亮一点。你看，你看，它飞不远，因为那边不好站。飞到后面去了，应该可以收工了。拜拜，拜拜。哦，拜拜，差不多收工了。哦，我差不多也要收工了。现在是 PP 八，用 PP 八来拍拍看。再飞一趟，我也要回家了。再飞一趟，我也要回家了。来来来，飞喽！是啊，这两只是黑鸢啊！哇，冲出去，机车！没有没有，
那里打黑烟了。机车，哦，机车。就是没有顾好黑烟，然后盖太惊险了，机车，但是都没有拍好。一只母鸟飞出去的时候，相机关掉。一只母鸟飞出去，就看到远方两只黑烟，然后回头一看，公鸟也冲过来了。然后公鸟冲过来的时候，根本来不及拍。在这边用加倍镜真的是四百端都不好拍。好了，两只都飞出去了，两只应该都飞出去了，回家了。